在没有目标，我需要目标。我们是女皇意志的体现。我现在没有目标。我们只为了侍奉她的神明而存在。毫无质疑，从不思考。我甘心自愿遭到恐惧的推动。从我们的门前浪向而过，他尊贵的暴风会将他们拂去。他们不过只是拍碎在他闪眼般神圣意志的浪涛，他们或许会一次又一次的再起，但终将一事无成。我们矢志不渝，我们屹立不摇。我要先找到目标，我现在没有目标。神女皇催促我们迎战这些入侵者，所以我们才授权成为她的声音。选上我们，将他神圣的意志传达给凡人。我们只是实现他意志的许可。我已经超出范围了。我们越活越黑暗虚空的绝望之下。如果他们也只要我们灭亡，那么我们就该灭亡。我需要再靠近你。是不足惜的性病，我离得太远了。更加努力练功，只会一招半式是不够的，无法通过考验，也可以吧。他们来了，很好。要是我的学生能在这里，从我即将展示的高超武艺中学上几招就好了。自求多福吧，入侵者。我刀锋领主塔雅克将是你们的对手。我需要目标。我一直希望有一天能像这样看人，听到那样的声音。但是这声音居然是从我自己的胸口传出，真可笑。可是我的地盘，我要好好来听你们从殿堂坠落的临死嚎叫。赛特席克，现身吧，让他们瞧瞧潘达利亚的御风者玉皇之席呀、把强大的加拉隆带来这里吧。
你对女皇的挑战就到此为止了。整个潘达利亚都会匍匐在女皇之意下，我要为你的罪过付出代价。女皇，我让你背包满了。失望了。看来你已经见识过我一部分的实验，靠近一点，见证我完整的杰作吧。你们一定认为自己很强，这是我。太好了，我小心看路。有死就有。你们做了什么？不，也不会这样结束，我绝不容许。原谅我，需要目标，女皇，我拿不动更多东西了。关上大门，挡住出口，消灭这些入侵者。我已经超出范围了，我离得太远了。我现在没有目标。杀死所有胆敢挑战我帝国的人。不要再找借口了，女王，消灭这些侏儒。失败了，我亲自杀了你。我有很多很多商品。
愿你路途平顺。跟咕噜魔的朋友还有很多生意做。再见，再见。